木炭。好啊。我要木炭，我要。这个就是用来烧的木炭了，弟弟。哎、欸，你的那个会脏。你看一下这个纹路，弟弟，你来看这个木炭的纹路哦。它上面都有一圈一圈的，这个是它的岁数哦。如果说越多圈的话，它就是越老哦，知道吗？妈妈，它三个圈，它就是三岁。对，很棒哦，那种。四个圈就是四岁，它五个圈就是五岁。是的，来，我们再往旁边地方看好，看一下有没有更多木炭。你看，好多木炭啊，这里好多、哦，这里，这个木炭的话，几个圈？你上看看。所以他几岁？四岁。对，那就跟你一样大、哦、对不对？哇，好多木炭、哦、这个以前应该都有一些虫虫住哦，应该都有虫虫住过，所以才会有一些洞洞，他们咬过的痕迹。